感觉刚才那边才比较亏的是那个啦，就是我觉得我刚才那边有先挂到那个脱缰野马那个人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全抓了，就可以发电机应该可以守住，但是呵呵没有想到，没有猜到，还有那个奔崩离析。说这个山丘看起来超高的，就新改版之后的山丘看起来超高的，但是不知道我在这，然后我好像那个飞上去了，我的那个飞上去了，那个被树枝挡到飞上去了。玩得不错，看起来好卡哦，我感觉啊，可能网络不好。进度好高，我们先往回头吧，因为上面有一个人。应该会往这边走。OK，铁处女，不知道是谁出发了，但全部都是四一版区，怎么都是四条一？哎，怎么了？啊是怎样？啊，现在都要这样啊、哦？不是哎、欸，真的不用这种玻璃、欸，到底到底是怎样？接受地板太冷了，太冷了，我也是很冷，很心寒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啊。他不挣扎、欸，因为吃刀。直到挣扎就来不及了。哦，不好快哦！皮，好像在这一区吧。不然在补血的话，有可能在这一区，有可能在地下室，这可能性蛮是多少呢？美丽，好吧，被修开了。这我觉得新版本这个东西不太，我觉得应该要显示再更清楚一点，它上要怎么，就是从哪边上去这一点，应该要显示再更清楚一点会比较好。还是很烂，就没有那么好。应该说，人类很容易卡，六鬼很容易卡魔，然后杀手很多，杀手单行道就是不是杀手单行道，就是幸存者单行道，就是幸存者可以跑过去，但人类杀手跑不过去的地形有很多。有很多这种单行道，
往往不应该射的、啊，但他走的地方，我觉得算是，不然就没有到很好了，然后再就能见度很低，有些人觉得能见度应该蛮低的。没办法接受能见度这么低，好像游戏要结束了、欸。游戏又没有办法结束了，不知道那个在哪里。先踹吧。稍微给 P2、P1 一点机会好了。他不救、哦、啊？怎样？为什么不救？又跑了，阿斗选择先救 P1 不先救 P2。好了，我已经跟 P2 说再见了，8888。有打算，虽然有人拔了，但是没有打算放人。哈哈，嗯，还是狠下心来把他杀掉了。哦，看到两个人了。跑痕往那边跑了。我听到哀嚎声，但我看不到跑痕欸，为什么？好不，算了。先挂吧。零或一百，铁定是零的。零。会走在那边。主播，你人生中最低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打开 DBG 的时候。
没有了，人最低落的时候，不要问了，不想回答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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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何必要知道低落的时候呢？不用，不用。噔噔噔噔噔！残忍杀手，应该有人发现了。